叫那爱好，泰雅族的你好叫洛嘎苏，台湾族的你好叫大白大白，布农族的你好叫米呼米萨。北族的你好叫伊那巴扬，周族的你好叫阿丢丢伊，大武族的你好叫阿古盖，少族的你好叫玛吉达伊呼。撒奇莱亚你好叫玛希扎杜，泰鲁格族的你好恩迪亚苏。塞德克族的你好，现在面对苏巴雷。拉阿鲁瓦的你好，玛法达努伊。卡纳卡纳夫你好，妈妈嫩嘎拉嘎苏。鲁凯族的你好，叫萨巴。塞夏族的你好，叫松欧盖达。这是台湾原住民的问候语，让我们不分彼此一起来学习，朗朗上口又好记，让我们不分族群彼此珍惜。不是只有这些过关的人要跳勇士舞的时候示范我们总名记，就是拜年的时候啊，是很多人在跳啊。不单单只有拜罗马琴是过关而已啊，就过关百合花是一个非常盛行的花朵，它几乎都在我们台湾高。族人是给我主脉名称的市长，在追求证明的过程里面，我一定会跟大家奋战不懈。我们高雄市很多市民朋友不知道，我们有16个族，台湾的原住民有16个族，但是我们茂林这里3个里就有不同的3个里正在争取证明，一个是多纳，一个是茂林，另外一个是万山的部落。上次来受到我们族人很热情的招待，把我喂得饱饱的，回到市区，害我的肚子看起来像马弟弟，所以我要运动场多跑好几圈。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的丰收季，这个可以说是在多年来我们重新的让有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保卫自己的文化，参加我们丰年祭的活动。那我相信我们在饮水思源，我们在热烈庆祝我们丰收季，就诚如刚刚宋区长所提到的，我们在这里
分享的我们的食物，分享的我们打猎大家共同的成果，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分享我们的感情。所以我知道，我也对我们茂林有信心，明天一定会更好。这个据点我要强调，希望我们族人能够切记什么叫收获据。那收获据它是我们的生活礼仪的一部分，它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年的一个收获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庇佑，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年，所以有这么好的收获。今年办的活动其实是算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因为可能距离上一次办这么盛大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又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啊，很多在外面工作啊上课的就是弟弟妹妹啊或者是哥哥姐姐们都会回来一起参加这次的活动，所以这次就看到大家这么团结，为了这一次的丰收季这么努力啊，然后这么团结，其实心中是感动的。青年会、父母会、中年会，其实大家都有出尽心尽力啦，就为了这次的活动，就会比较更深入、更了解到原来以前的文化是这样。对啊，可能我们在外面接触的生活比较长，所以可能不懂一些以前的故事啊，或者是怎么从旧部落迁移到这边。对啊，景记对我来讲就是回家，因为我自己也是茂林部落的族人了、啊。然后其实我们这个丰收季已经好几年没有办了，所以今年看到我们部落的从老到中到小，大家都非常的团结。从我们前置的这个猎人的学习课程，还有我们的妇女少女学习怎么样编织花环，还有学习小米树等等的故事的一些文化课程，我觉得都非常的感动，感受到我觉得像我们茂林部落哈，真的大家的向心力非常的凝聚。那我们原民会也非常支持其实部落在这个文化基点的一个传承，所以从前置的这个猎人文化课程，我们的部落大学就一起合作支持，然后包括到这一次的两天一夜的这个成年礼，还有今天上午的祭典，我们也都有经费的挹注。那其实我们对于茂林区的三个部落，其实挹注的经费呢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找回来，每个部落都有不一样的特色跟不一样珍贵的文化，我们原民会都非常愿意的来支持协助。